卡在，这是你品牌的，哇，我卡在我卡有难的。我刚才我看就哪里，不能走，不能动，健康老师放你走，帮你动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雪芳。我呢常常看到讲，甲我年岁顶下朋友，看你走路走袂叮当，心内是足唔甘的啦，想讲要跟斗三工。嘛，唔知要安怎做起。咱人若老，个辛苦鼻疼，上个重要就是厝内亲人甲咱关心，迄就是讲爱保持着咱心内快乐。医生甲咱讲，若有闲啊，较常运动，啊，就是甲咱讲，咱吼免甲咱靠药物控制，有闲一定爱去运动。有三高，啊，佮有中风的朋友，恁千万千万唔通忽略做一个适当的运动。来增加体力、脚力，还有心肺功能，循环也好，身体自然都健康。要活就要动起来。这个就赚了。